这么好的天，今天肯定要记录一下。我都很久没拍视频了，也没有素材可拍。今天来这个地方拍花，我是说拍公园。要到明天的话，这个路边全是车。今天不错，就我们一辆。哇，这小风刮得好凉快啊！今天的温度适合出来，走到了一个。那个凉亭那儿，这种这个湿度就特别让我联想到那种那个川西那种那个青城山那种地方，都江堰特别特别像，什么二郎庙啊，在那种山上面那种风景区里面。我没去过，为什么不能说？刚才这边就有停车位，我们都没停，我们不在意，非得要停在这儿。今天应该可以看到那个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了。国内那种以杜鹃花闻名的，有些地方就有，什么那种那个满山遍野，那个真是满山遍野，那个是山。哎，它无缘无故的，刚才我就把车停在这儿的，然后我又不想停在这儿，就开走了。我感觉他那个，因为他是路虎嘛，比较高级，他是不是设定了一个时间啊？比如说每一个小时，每两个小时让他响一下，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你看他无缘无故的他就响了，那神经病一样的。你看这俩有意思。这辆车这两天下雨，那个窗户没有了，直接弄了个塑料薄膜拉在上面的，还有一个摁子板。这还有一个餐厅。早上面起来的时候下雨，现在的雨过天晴了。再往前开一块，很快就到布鲁塞尔外环了。嘿，菲亚特500的那个，这个里面还坐满人了，感觉。哎，这就是杜鹃花。我们来的时间已经不是旺季了，现在已经是它的末期了。那地上掉的叶子。但是这个公园里面会有大面积的。我刚才说那个国内杜鹃花闻名的是那个贵州，我好像曾经看到过贵州那边，有看到别人那个自驾游的那个博主到那边，春天的时候有那个，就中国还有新疆也不低，就这个，这里面好多呀，有个小山包一样。前面就是这个公园的入口了，刚才想停在这儿，这儿没有停车位，这是入口的地方。来的人还是有，但是又不像平时周末那么多的人。这没有。哎，还有好多花骨朵哎，你瞧。哦，进来喽。这是刚才我们过来的那条那个国道，往布鲁塞尔去的。进来以后就豁然开朗了，远处的森林的根部一片全是那个紫色的那个花，就是这个杜鹃，这个叫萨德德拉玉勒普这个城堡，这个城镇的名字叫玉勒普。我们现在从这个正门进来，这边有个大湖，城堡在这儿，这个里面超级大，你要往里面走一圈的话得一二十公里都没问题。我们经常是走到这边，然后一直走到这个入口，这个是西边的一个入口，反正就在里面绕一圈吧。今天呢，你瞧，哇塞，多漂亮！那两棵那个那三棵的松树，那松树得有40米，得有30米高，我感觉。
20米吧。那个松树巨粗无比，大概得有4个人才能抱得过来。这是那个，这是春天开的那个日本晚樱，不过现在已经都快6月份了。今天是星期五，仍然是假期，昨天是法定假。这边那个法定假如果到周四或者周二的话，可能他们就会顺延一下。周四的话可能会顺延一天，周五的话就属于调休的，用其他的一个法定假，然后调到这一天的，可能就是今天五一吧。我没有查那个日历到底是怎么样。哇，真漂亮，这样看。拍一个这个日本晚樱的这个近景，花都已经谢了，但是很神奇，在留了这一朵，就这种日本晚樱啊，就这种粉色的，这种是这边的话非常常见的一种行道树，我拍过很多次这个花。好了，咱们今天主要拍杜鹃。这个地方杜鹃，我们之前来很多次这个地方，但是从来没有在这个盛开的时候过来过。但是还有花骨朵，你看这个花骨朵还没开嘞，对，那个是卸掉的。我们还真的是第一次在这个盛开的时候过来，虽然这个公园离得也挺近的，也就是10多公里，还开车过来。以前来的都是春天，然后秋天，哎。拦起来了，我是我的意思就是从这儿上去，那么就从这儿走，对，从这儿走到那个河边来，那个楼梯爬上去也行，应该是这个什么还在呢，这野韭菜啊，不是，这铃兰花吧，哦，铃兰的叶子，对对对，哇，这还一大片啊，对啊，这一大片，这能上去吗，这个地方老是看到小松鼠，这条路上上次来的时候也看到好几回小松鼠，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树根盘根错节，这些树这个大公园里面都特别时间特别久，这些树有几十年历史，我估计这大树根你看都恐怖，呵呵，下面哇塞，你看下面这个土都没了，水土流失掉了，现在剩下的就是被这个树根扒住的。正常的树都长这样，咱们那个你看路边的那些景观树动不动就都得拿那个架子架上，风一吹就倒了，因为他们的树根就那一点，从小到大被人挪来挪去。你看这棵树被砍掉的，但是它树根保留下来了，对啊，感觉好神奇啊，就像一张网一样的把这土给扒住了，这东西。一棵树只有长成这样，所以有那种，它才能那个什么呀？什么防风固沙？哎，就对啊，就是植物是可以固化这个水，防止这个水土流失。这个你看，这个上面也没有草，但就这一树根，把这个面整个的包裹在这儿。哎，这个地方走的太好了。你看这湖边现在这个植物长得都疯哦。那个花园了，城堡旁边的花园了，也是好多那个花。为什么都是这个紫色的呢？没有其他颜色。下面是个大湖，第一个大湖。哇，这个参天的大树，现在就是春天的这个。现在实际上属于春夏之交啊。今天这个气温比较低，今天气温。早上面起来是13度，开车。上午刚才过来的话16、17度显示，车载显示。乌鸦喜欢单只，不像喜鹊。哇，太舒服了，在一条羊肠小道可以走过去，然后在一个亭子，从在亭子上面走过去。
还可以爬上去，到处都是路。今天过来主要就是看这个，就是为了看这个杜鹃花。到处都是，哇，这种地方的杜鹃长得就不怎么样，因为接触到的阳光太少了哈。你看这个地方都是以叶子为主，刚才在那个森林边缘那边是裸露的嘛，受到那个阳光那个风啊滋润的比较好。到了个停在这儿了，这像不像中国的那种古刹？太像了，就到那些那个青城山那种地方，对面正好能看到那个城堡，然后这个大那个松树，那种古松松柏。这个看看，我不想爬太高。有什么高的呀？是你的膝盖腿爬不了的缘故吗？但是爬上去才能看到那个什么呀？你要看啥？那一大片的那个杜鹃不就在那边吗？在这个冷杉，这个就是那种蕨类、杉类，都在这种温度比较低、环境比较潮湿的地方，没有太多光照、比较少的地方，被这个大树底下挡着的。哎，小松鼠，小松鼠，多可爱！一蹦一蹦的朝前爬，真的好小哦，和老鼠差不多大。我们总是在喷的，它好像就是老鼠类的。是这么大个大尾巴，毛茸茸的，还不是松鼠啊？好像叫什么瓜地鼠。这地方坡道好大哦，哦，从这儿走的，往那山上面去的。你看底下那个睡莲，已经有好多。但是没有花呀。好多都开花了，你说有吗？我咋没看到花呀？城堡在那儿。这个公园的国家公园的名字就以那个城堡命名的。你看不到远处的花吗？在里头。这个地方一不小心一失足，亚德就一个狗打屎滑下去。那个地方要有那个船，但这个地方不会让诗人放船下去的，倒是放船的好地方。我们从这儿往那上面去，到那个山包上去看看，这边往那山里面就能看到松鼠了。你看，这到处都是小道。以前从这下来的，我们现在反向走上上去。哎，在这儿啊，缺口。这山包上面多，但是开的不好。嗯，还是因为上面都是树，都被这个树挡住了。这个叶子多漂亮，这个叶子长得那么滋润，那么厚实。你看裸露的地方就能开得好一些。它这个杜鹃花如果是后来自己长出来的，砸掉来砸掉去，最后就只剩树。有阳光的地方就好了。我当年在家那边种那种死不了，第一年各种颜色都有，第二年就只剩死色了。我们正好可以反方向走一圈。哎，小松鼠，小松鼠，两只吧，你看爬在那个大树上面嘞，多可爱啊！太可爱了。